完成啦！顺利碰不称职 YouTube 吧。Hello， 我们今天来印衣服。这边是一个可以印东西的地方，叫 Rachel 印刷。我的名片就是在这边印的，这边印的颜色都超美。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印的片假名的版，也就是猫咪。今天他们的颜色是荧光粉，就是下面这个颜色，超亮，嘿嘿。我们买完我们要印的白 T 了，现在要浇水。假设我要刷在这个衣服的边边，我就放在这个边边。它的正中央，这边它有个粉红色的角，其实这粉红色角很重要，就是它放下去要有这样的高度，刷的时候不能太贴，太贴的话可能就是会糊掉。就记住这个四个角一定都要垫到我们的木板，刷的话就是放油墨的位置是刷的人而言图案的正上方开始放，油墨一定要比你的图再快一些些放，可以开始刷油墨。那因为油墨它多的油墨我们都可以再刮回来，所以不用担心浪费油。那这个不会那么快干，我们不用马上盖，没关系。就刷的话是用这个刮板刀刷，是用你的惯用手手指尽量往下拿一点，另外一只手也要做事哦，就是要压好你的框，因为如果你一起刷下来的话，你的图就一定会晃到。刷的话就是它跟你的东西呈现45度角是刷布最好的角度，刷出来有一点点这种卷网的声音的力道就可以，角度统一，然后45度角刷下来。建议可以刷个2-3次没关系，就尽量从上面往下，从上面往下压住其中一边，然后我们就先另外一边。酷毙！然后这时候这个字没有要刷，就帮我这个多了油泼回来。放回来之前，先帮我做一件事，就是清洁。如果你没有清洁，下一个客人可能就不会刷得这么好看，它会油墨会堵住，会干掉。那我拿这个旁边的布，沾一点水。然后擦它的背面，用圆圈的方式擦，再用旁边的干的纸巾，然后把多余的水分擦干，那我们就可以放回去。没有，我就只有前面要一个字，一个两个字还在想。你不要背其他的任性，走了。你要印什么？英吉要成为勇者了。第一印，先试个手感。你没有用他的手势。这手势怎么？跳。好亮哦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好紧张哦，但很怕，很怕手残哦。小哥，你干嘛？好，多刷几次笔，用太多力好。耶，这个也很可爱。我要印皮卡皮卡。好可怕哦！站在这里，因为有一个，我失败了。试手感，其实轻轻的就可以了。拿好好不好？拿好，好像没有狙击的感觉。来，好可怕！一秒定生死。来了，来。今天是个一般可以了，可以了的事情，简简单单。怎么样？对。哦，你好啦！我觉得自己熟悉的时候就是最会出错的时候，直接是刷喽，刷，给他刷呗。哦。可以成功100分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成功，圈圈 ，OK， 上面完成啦！背面的部分印个笑脸，而且还是很拽的笑脸，嗯，完成。每天都有不同的颜色，这边有所有的片假名，想印什么就印什么。这边真的超级好玩，这边是印纸的，它也可以印金属，可以客制化一堆自己的东西。大家没事想要做自己的东西都可以来这边玩，而且店员人都很好，你没有印过或是你不知道怎么做完，他都会教你。这边每天都有开，印 T 恤的这个会维持一个月，大概还有2-3个礼拜吧。等我 po 影片，大概剩一个礼拜。可以来玩啊 ！Rachel 印刷衣服到这边，拜拜。来硕旺咖啡喝个饮料，蜂蜜牛奶。